电视剧《倾世锦邻谷雨来》是由麦田执导，荷花王润泽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。该剧改编自小说《大唐奇案集》，主要讲述了龙族二皇子为了拯救苍生、救助旱灾而幻化人形而来到人间，结果没想到解除灾难之后，却丢失了自己的爱人和龙族逆鳞，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海界，只能在人间流离了整整500年之久，寻找自己所有丢失的一切。该剧于2020年11月28日在爱奇艺首播。原来这是您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暴露异能。我也不知为何就突然出现在那里。我与那女子素未相识，却发生这种事情。既然已经暴露，那就无法再隐瞒了。学生已经为您准备好这次的身份，太子冠礼将至，您就以太子李记的